哎，耿总，找房啊？对，这不是工资降了吗？怎么，干得习惯吗？还行，就是这做的东西太土了。没事，就按照你的想法做吧。哎，得嘞。这小子难道甘愿打杂？好，我就让你打杂打个痛快。我走了，你先忙吧。哎，耿总再见啊。四，昨天晚上你在哪儿住的呀？夏经理，请问你有什么工作要吩咐的吗？没有。那要是夏经理没有事儿，请问我可以做下工作了吗？思思，你把昨天那份没有完成的数据更新一下吧。是的，夏经理。夏经理，江经理，请你到他办公室去。好，知道了。搞定。那个林总洗发水设计方案搞定了？哦，那个呀，那个昨天就搞定了呀。我找着住的地方了，运气超好，正对门。正对门，谁对门啊？哎，对了，你不会说的是昨天给我看那个方案吧？那个可过不了啊。耿总都说了，说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，咱们得引导客户，哪能让别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啊？你呀，哼。夏经理，别以为后面有人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无视采购部的规矩。江经理，还麻烦您说明白点儿。自己回去对着看。那我先走了。你这身衣服穿的谁的？别不是昨晚上出去玩混的吧？我再提醒你一句，采购部的着装是有要求的，要求得体。无论你玩得再疯，请你回家换身得体的衣服再来上班。你这设计的是什么方案呢？我们公司卖的是洗发水，你说你整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干嘛呀？林总，你们的产品的诉求点不就是丝滑柔顺吗？你看这小女孩拉小提琴的时候多有造型感，这头发多么飘逸啊，这才能完全把你们的产品的特点体现出来。不行不行，买我们产品的都是些打工妹学生妹，你说你整一个拉小提琴的谁看得懂啊？换了换了。哦，换了。行啊，您说怎么换？洋妞，金发碧眼，大胸大地，嘿，手里拿着脸盆毛巾还有洗发水，旁边还要站一个强壮的中国男人，就像我这样，你让他到我们厂子里来拍，就这样。不是，咱们这个，你的想法太好了，很符合我们的国情。那是，要不我们的牌子能卖得那么好吗？哎，你是？我是这儿的前台，我这就给你倒水去啊。啊。这姑娘看产品的眼光还是不错的，可这穿着服装就不行了，那么干瘪的身材再穿一个大号的职业装，哎，你可绝对不能找这种身材的模特拍我的洗发水。你喝水？不喝了，连个茶叶棍都没有。我走了，记住按我的要求尽快把模特找好，我下星期啊还要来看的。让我做这种海报，还不如让我去死了。就这样，你死一万次都不够。你这衣服怎么搭成这样？我跟他说了，我是按明星王子文的那个身材给你挑的。不好意思。算了，我穿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高兴。刚还被江龙水说我着装不符合要求，我受不了才下来找你的。这江龙水，
好像跟我有深仇大恨似的，我也没得罪他。伯母不是说了吗？人家想当采购总监，所以你是人家的竞争对手啊。采购总监，谢谢啊，我想都不敢想，这个代理经理还不知道待不待得下去呢。我说你行，你就能行，相信我。昨天思思也跟我闹别扭了，她好像对我有意见。苏珊娜说的对，浩然的事儿，思思有份。哦，那他就是跟江若水是一伙的了。什么一伙儿一伙儿的呀，烦死了。哎，你去看你妈了吗？去了一次，我没叫你，她让我给她送洗发水。那咱们中午一块去呗。嗯，跟你说说心里舒服多了。我先上去了，一堆事儿呢。行，别烦啊，有我呢。你也别烦啦，走啦。江经理，耿总有什么指示？昨天很晚才看到你的短信。耿总，这里是办公室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今天晚上八点见。朵朵，你怎么穿了大一号的套装啊？伯母，是我没经验买大了。你不知道可以打电话问朵朵的吗？我这不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吗？哦，哎，听说你已经去了市场部啊？是啊，市场部也挺好，干脆到最底层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古奇店我经营的那么差。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的理念有问题，我想重新去调整一下。嗯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那个事儿错怪你了。昨天思思跟我承认，浩然的事儿他确实有参与。嗯，那他还算老实。都承认了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没什么。伯母，其实朵朵最近挺不顺利的，江若水一直在针对她。江若水在针对你？好像我哪儿得罪她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她怎么针对你的？你详细跟我说说看。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若水姐，不，江经理，你把我调到你的部门吧。我看着他那样就恶心。我也觉得他很恶心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下午我就跟人力资源说去。啊，真的？谢谢江经理。不过你最好还是跟他搞好关系，对我们有好处。我昨天已经搬出去了。啊？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住在一起。对了，您知道吗？苏珊娜是朵朵的亲生妈妈。啊？是真的，朵朵亲口告诉我的。在她很小的时候，苏珊娜就抛弃了她和她爸，一个人去了国外。江经理，没事儿，去吧。吃完回公司，转部门的事儿我下午就去办。朵朵，我对不起你，看来是江若水把对我的恨都转移到你身上了，连累了你。我的事儿我能应付，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。我听王守先说，浩然不大好。你能这么说，我很开心。
伯母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朵朵。嗯，你自己也要小心点啊。嗯，其实古奇店从你当店长起，之间发生的事情都有很多古怪，就连这个店关店也关得很突然。古奇店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我现在也就是个市场部做海报的，就算有人整我能怎么样呢，是吧？按理说也不应该让你去市场部的。市场部挺好的，真的。啊，你们两个快回去上班吧，免得又被人抓了把柄。你这个位置上班打游戏挺厉害的。被看到又怎样，夏多多顶多像绵羊一样输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游戏啊？算倒霉，碰上能力这么差的领导，年终的业绩分红估计要泡汤了。我能力有限，如果你觉得委屈可以申请调换部门。夏经理，领导说话可得一言九鼎，你肯放人我这边就好办多了。你们还有谁愿意跟着一个能力强的领导？不要不好意思，我这绝不为难大家。要走或者调换部门的，今天先把钱把申请交给我。另外每个人写份报告，包括开年到现在的总结和接下来的规划以及部门工作的合理化建议，最晚明天下班前交给我。要走的就不用写了。你到底要骗我多久，耿子豪？我以为过了这些年，大家都玩够了，可以消停了。我和朵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要找别的女人，也拜托你找一个比我强的。就她那小身板，还没发育健全呢，你连口味都变了，我真是不认识你了。你能别这么说朵朵吗？心疼了，那个小贱人隐藏得够深的。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袒护苏珊娜了，苏珊娜一走，你马上又把她扶持起来。小情人的功夫够厉害的。好了，那你说清楚，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都怪你太大意了，你送那个贱人的衣服小票就放在你裤兜里。还以为那是送给我的，就一套职业装，对，是我送的。那怎么了？开会那天我看着他穿那身衣服，我就起了疑心，于是下班我就跟着他。到了我才知道，我是这个世上最大、最笨、最愚蠢的傻瓜。你一直骗我，你说你住在酒店，我全信了。你加上那个小贱人，还有那只狗，特别温馨。如水，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是，除了酒店的长包房，我在外面还租了套公寓。你不是怕狗吗？你见到那条狗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它叫莫菲。朵朵曾经救过它，是我让朵朵照顾莫菲的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会。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们把事情说清楚，就因为苏珊娜是那个贱人的亲妈，所以你处处都袒护苏珊娜，对不对？苏珊娜是朵朵的妈妈，就装了。
本来对于苏珊娜的事情，我多少有点内疚，现在一点没有，一丁点都没有。浩然的事情果然是你做的，也是你捅给媒体的。是，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？江若水，这笔账我会给你算的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能做的我都做了。我和夏多多什么事都没有，的一切都交给你来选择。你要的我都记得，你给的我都留着，以后的这一切都属于时间了。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，却又舍不得。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，自我安慰着。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，都是对的呀，没问题啊。条件可以差，也不能差成这样。惊喜吧，惊吓差不多。说，那你怎么回事？我以前那儿租不起了呗，现在一个月拿3000多块钱，你这便宜呗。怎么着，看不上我这儿啊？我这挺好的。我说是对面。哎，思思搬走了，你其实一个人住这儿挺奢侈的。要不我搬过来，我帮你一起分担房租。我涨工资了，好不好？我才不跟男的混宿呢，特别是那种眼睛长到头顶什么都看不上的男的。哎，我早都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幸亏我有先见之明，我先租房子了。哎，你不是有礼物吗？闭上你的眼睛。干嘛？要不要礼物？闭上眼睛。神神秘秘的。没有啊。OK。这礼物怎么样？又帅又行，有里有面，任你欺负，绝无怨言。无聊。咱俩谁欺负谁呀、啊？对了，你帮我看看我这份报告。江若水一直说我做错了，我对比有半天也没有发现哪里有错。小懒虫，
都等你十分钟了，你再不走迟到了。你还真不一样了呀。那是，我以后是你24小时贴身保镖，看谁还敢送你衣服。走，上车。真的要走啊？跟着这样卖下属的领导，你们留下来，好自为之吧。走了。哼，这么严重的问题你都看不出来，是不是以后供应商给你弄错几个小数点，你也都会签？我可是听说过你的壮举，你亲自把价格都给标错了，这可不是几万、几十万的问题，知不知道这有多严重？你好意思当这个经理？江经理，您是前辈，哪儿做错了还请你明确指出来。格式拿回去重做。格式怎么了？格式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 PMS 是国际化公司，格式就是公司的形象，这么乱七八糟的格式拿出去就是丢公司的脸。出去。电视剧你看了吗？现在呢流行穿越，我女儿啊最喜欢看了。对，咱们呀就搞一个穿越的创意，女主人公穿越到了这明朝，男主人公啊天天思念她，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这台手机。男主人公呢也决定穿越过去，在穿越的过程中啊，手机的几大功能一一的展现出来。夜马得居中，工作。侯总，嗯，您的这个创意太庸俗了。谁要是买您的手机，要么智商有问题，要么品味有问题。你小子敢贬低我们产品，我投诉你！哎，侯总，别生气啊！我能不生气吗？这是他呀和人沟通的一种方式。我用我的沟通方式投诉。重做，坚决不同意，统一职位固定22。杨总，那不是逗我玩呢吗？这逗你玩怎么了？人家出钱，你提供服务，你管他这个想法，哎，是他老婆的还是他女儿的？你就是在4A广告公司，你也得听客户的。耿总说了，哎，耿总说，看客户提了投诉，耿总还怎么说？哎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没以为我是谁，我只是想给客户一个好的创意。这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，我不对。当然是你不对了，就凭你这个态度，那你不把客户都给我得罪光了？要不这样，你呀，就管好你那个网页，哎，我看你还能给我惹出什么事儿来。中间还有空白页，拜托你作诗认真点。公司的 logo 要加在首页和封面上。向经理，有哪些不符合要求的，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？夏豆豆，你拿你自己当实习生了吧？什么都要我手把手教你，你凭什么做这个经理？我承认格式是公司形象的一部分，可这份报表更重要的是数据的准确性。你要是觉得数据没有问题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在细节上花那么多时间。细节，细节决定成败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？可是也要看什么样的细节，有效的时间应该花在更有价值的工作上。你还真是挺有主意的，那好，我就浪费点时间跟你好好说说。如果有一面白墙，领导让你挂一口锅上去，可是所有的同事都觉得他应该挂上一幅画，那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挂上一口锅，而且要把它挂得非常顺眼，明白吗？不合理为什么要挂？我觉得应该说服领导挂一幅画上去。你真的认为领导是你要说服就可以说服得了的吗？你还真够天真的。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这份报表已经非常完美了？不敢说完美，但基本符合公司要求。
夏朵朵，靠人际关系晋升上来的人就是不一样。麻烦你好好看一下公司销售的排名，按照公司新颁布的区域重做。还有事儿，江经理，您能不能提拔我做主管啊？思思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太心急，你本来手上供应商就很多，而且你又是刚来，我又会再给你一些供应商，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些供应商和新的产品，流程都是一样的，我相信我肯定可以胜任主管这个职位。你还真的挺自信的啊。朵朵靠打小报告都做了代理经理了，我不服气。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哪儿不如朵朵？我哪儿不如她了？你太锋芒毕露，目标性太强。至少我真实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安排的，好吗？出去吧。谢谢江经理。思思，难怪苏珊娜不会重用你。默默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儿子，你住这地方条件真是太差了，能睡得着觉吗？啊，这跟我20多年前住的差不多。您怎么找到这儿了？儿子，我是你妈，你跑到哪儿我都能找到。你怎么今天来呀？你这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呀？嗯，没有秘密，能有什么秘密？哎呀，金屋藏娇呢，闹了半天这屋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怎么了又？你这房间里怎么收拾这么干净整齐啊？儿子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我打扫个房间，我就成问题青年了。真没问题？没问题呀。没问题就好。我还以为你被贬到市场部去打杂，心理上承受不了呢。您都知道了，那我怎么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儿子，但是我奇怪啊，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待得住呢？而且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？老妈什么事情不能帮你搞定？我这不想爬起来再告诉您吗？再说了，我知道您说的不是心里话。对，你就是找我，我也不能帮你。这个路啊，还得自己走，再困难也得自己爬起来。看我妈说话多范儿啊，心肠跟铁石一般硬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耿子航对你怎么样？说不太清楚，感觉是怪怪的。还行吧，他也给我写推荐信，介绍我去别的店当店长。啊，那你怎么不去呢？我谁呀？我还给别人去打工，我要打工也得给自己家打工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。儿子真是出息了，但是你住这条件真是太差了。妈呀，再重新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儿挺好的。我现在不是要从小白领做起吗？所以我现在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。啊，儿子儿子。妈，要不这样，您到酒店去等我。我这是环境怪差的，我都怪委屈您的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儿子在这吃苦受累的。哎妈，别来了，您先到厕所去躲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去躲啊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难道你老妈很见不得人吗？谁让您穿那么奢侈，我怎么跟别人解释呢？儿子，你谈恋爱了对不对？带你女朋友，老妈得先见你。来了来了，你老婆，哎呦我去。
一见钟情，我下午完事就给你解释。哎呀，卫生间，儿子来了，我给你的厨房开光，锅碗瓢盆你应该觉得非常荣幸。我觉得咱们不用麻烦了，咱们出去吃吧。你3000块钱一个月，光房租就要取点1500，你好意思到外边去吃啊？这不难得周末吗？咱们得出去放松去啊。外边吃不卫生？不对呀，你以前不是老抢我的中饭吗？哎呀，这不怕累着你吗？哎，你这房子收拾还挺干净啊。我到厨房把东西放下。白总，我答应你的进货量我已经做到了，你的承诺呢？江总，您没收到，我打出去了。就那个点数。啊，江总，您不是不知道 PMS 对供应商的条件有多苛刻，我这些货利润已经很薄了。白总，在我的面前就不用哭穷了吧？你在 PMS 能挣多少钱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还想继续好好做下去，我要你再加一个点。我听说夏朵朵接替了苏珊娜的位置，成了食品采购部的代理经理，跟您平起平坐了。江总，我不是不愿意再给您一个点，我是担心万一夏朵朵那边还要打点，您说我这生意还要不要做？别以为我听不懂，你是想说我管不着了是吗？江总，您千万别误会，那夏朵朵她是个新人，我打过交道，完全不开窍。我就是觉得奇怪，这么好的位置怎么就让他给做了？我这合同不管怎么样最后都得他签字，您说这气人不气人？采购总监现在是耿子航兼着的，你觉得我跟夏朵朵哪个做采购总监的几率更大？嗨，那夏朵朵她凭什么跟您比啊？您跟她比那是掉您的价。江总，您放心，您的那个点没问题。你那儿怎么油盐酱醋什么都没有啊？你光吃方便面怎么行？那咱们今儿就别做了吧，出去吃吧。啊，我出去买吧。你这么不好好照顾自己，你父母知道会心疼的。我妈才不会心疼我呢。对了，你父母知道你住这儿吗？怎么很少听你说起他们？他们普通人呗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父母也不容易，把你送出国读书，你看你现在这样，3000块一个月，你是不好意思见他们吧？你嫌弃我呀？不是啦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比你刚到明星店的样子好多了。哎，八卦一下，你父母都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们一直在老家，在农村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不对呀。农村人怎么能攒够钱送你出国读书呢？那你太不了解现在农村了，现在农村都是机械化很厉害的，我们家就是地主。哦，那现在都种些什么呀？种些什么土豆啊、茄子、萝卜、小麦、水稻、玉米，对，什么都种。水稻跟小麦能同时种吗？啊，不，是冬天种小麦，夏天种水稻，秋天种玉米，春天种高粱。你父母真了不起，你得好好努力呀、啊！冲你父母对你这么好，我下楼买油盐酱醋去了，给他们好好心疼你一下。行，快去。来，帮我拿一下。儿子，哎呀，这姑娘还不错。那是。哎，儿子，我什么时候开始种地的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忽悠人家的吗？
臭小子，有这么忽悠人家的吗？再说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人家你妈是干什么的呢？啊，还有你为什么让我下地干活？不是我来 PMS， 我不想被那帮马屁精围着，我就随便说了个身份。人家女孩一直以为我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，这要是突然一知道我妈是个富婆，那我这不是明摆着故意骗人家的吗？人家会觉得我不靠谱的。现在靠谱比有钱重要的多。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告人真相？哎呀，这个现在时机还不太成熟。妈，您趁着他出去了，您赶紧回您大酒店，一会儿人家回来还要做饭呢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留下来一块吃饭，如果他手艺合格的话，那这儿媳妇我就认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求您了，我就算把人家娶进门来了，也不让人家做饭呢，家里一堆厨子呢，不是吗？您赶紧回去吧，一会儿人家回来了。看来这回是来真的了啊。行行，我走。哎呀，我不给你添乱了，走了啊。我约了朋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吸血鬼，吃人都不吐骨头。老板买单。你说你怎么这么能干呢？这要是一个富二代娶了你，那得多幸福呀！得了吧你，富二代还让老婆下厨房啊？你看你这种农村出来的，不懂富二代了吧？那你给我讲讲富二代是什么样的，给我普及普及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你朋友赫曼不是富二代吗？还思思那么惨，花花公子不劳而获，没什么好的。赫曼的只是个特例，他也不能代表全部啊。您认识很多富二代啊？赫曼认识很多，我也跟着见了一些。其实其他人挺好的，就属赫曼不靠谱。其实吧，门当户对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你想想呀，生活习惯、朋友圈都不一样，刚开始还新鲜呢，时间长了就没有共同话题了，哪能长久啊？还有爱情啊。爱情就更不靠谱了。爱情这东西就是一种感觉，就像阳光下美丽的泡泡一样，一碰就破，说没就没了。你谈过很多次恋爱？你才谈很多次恋爱呢。哎，假如有一个富二代要追你怎么办？上次那衣服好像也不太便宜啊。你想什么呢？不是什么富二代。我这不放心吗？说真的，如果有一个富二代追你，你同不同意？同意啊，干嘛不同意？吃香的喝辣的，周游世界，漫游太空，做做慈善啊，假模假事儿啊，空虚无聊，提防小三儿，时刻减肥。嗯，对，减肥我好像不太用得着，没辙，怎么吃都不胖。你回答我的问题就不能认真点？太错，富二代追我的几率几乎为零，好不好？我看还是你奋斗成为富一代更靠谱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你瞎想什么呢？就你3000块一个月的工资，还这么大岁数了，成为富一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郁闷呐？我还郁闷吗？寡妇，寡妇。挂老板的那口锅，我决定了，周一上班来个天翻地覆，把老板的锅盖给掀了。喂，你有没有听我在说话呀？报告领导，我正在思考如何成为富一代的神圣伟大的问题。哎呀，这个臭小子，还真谈恋爱了。
房子是又旧又小的，怎么住得下去呢？夫人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耿总今天加班，在公司里头。杨总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能做的我都做了，面前的一切都交给你来选择，你要的我都记得，你给的我都留着，以后的这一切都属于时间了。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，却又舍不得，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，自我安慰着。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，却又恨不得，刻骨铭心过也值得了，也该放手了。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，却又伤不得，直到今天终于承认了，只剩下自己了。直到有些爱碰不得，却又舍不得，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，刻骨铭心过也值得了，也该。